哎呀，干你们！到底到底太多不是不是、啊？为什么可以到八个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要讲干你。如果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是，哎呀不行了啊，你干嘛这样子？啊、不行了，没呀、啊、没用的啦，就是很负面。我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看什么看？就是在说你啊，干嘛那么凶啊？哎、欸，到我干嘛？你到我干嘛 ？OK， 所以对于万达，我们是明明家，我建明，我建明。大家好，我是爱老婆的 CCY。那你们找强系列，我是高明。请问跟女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女生做什么事情是最扣分的？扣分？挖鼻屎。飙脏话？飙啊？飙脏话吧。认真？哎、欸，真的、喔？对啊，刚开始的时候。哦、你做的飙脏话是那种，比如说很脏的啦，三五个字那种，政治性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子就很难听的、啊如。如果单一还好。啊，如果是那种，哎呀靠呀，这样的。哎、欸，我很喜欢这种的。靠、啊、靠、啊。尤其是、啊、没有，我觉得靠呀、啊，骂人要搭配点肢体动作这样。哎、欸，被脏的被打是爽的。对，被打是爽的。我超喜欢被女生打。肢体接触很棒，肢体接触很棒。打我来打。等一下，我们讲口门不讲美。等一下，那高宇问你，如果他是那种，就是他走在路上，会有个蟑螂飞过来，我、哦、靠，别有，还好，还是还好，他那样更，他如果是有点，不行，他吓到了。哎、欸，如果是你们两个走在街上，然后路上突然有个瓷砖，然后他突然绊倒的，哎呀，靠，你们操，到底太多，不是，为什么可以到八个？不是，我是要讲干你。不是太多了，七个字，一般就算了，为什么就操你妈？你那怎样？你是那个中国乒乓球员？操！这有什么？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我是对啊，如果一些问题，哎、欸，梁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？扣分问题，快回答。我觉得是在聊天中得到的一些价值观认知吧。如果他的一些价值观是非常的遥远的，就像可能对待家人或对待未来，或者是对于很多事情是很负面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扣分。哦，对，就是首先是负面的这件事情。如果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是，哎呀不行了啊，你干嘛这样子？不行啦，没呀、啊、没用的啦，就是很负面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基本上我会非常的远离。再就是尊重吧，跟礼貌，这些东西都是扣分啊，对我来讲。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刚讲谈吐很重要，就是谈吐的有一块，就让我知道这个人不善良，我就没办法接受。善良，我讲不善良，就比如说他会去歧视一些比较弱势的人，或者他会价值观，他会比较瞧不起那些，比如说比较不是那么成功的人，或者是那种对，你够没用，就是便利商店打工，长大怎么会这样？你生活偏差，对，这就很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发展。可是你说什么骂脏话、口头禅这种事情，我觉得，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棒，是因为第一次见面通常是表示展现你最好的一面，对，或者是你，所以如果你连这一个都做不好的话，那你未来可能会展露的更可怕。第一次见面肯定是最 peace 的时候，对，对他已经把最好的给你了，而且是这个样子，那之后已经更可怕，之后更可怕。我自己是觉得啦，就是讲脏话我好像还好，但是如果说真的跟鸡巴妈就是那种话，我可能会觉得，我可能会想跟他当好朋友，因为他很酷，我啊，还有个性，就不会是对象，对。哇，不是你八个字，你讲那五个字，我会觉得，正常。可是你如果又多加那三个字，好像有点可爱。五个字，正常，八个字不行，八个字可爱。可是我自己是比较扣分的点是，如果我跟一个女生第一次见面，或者是第一次出去约会，我对于好像其他事情反感度没那么大。可是如果一直听她炫耀某些事情，或者是一个爱 Dan 的人，其实我也不太能接受。或者是因为可能炫耀，或者是因为我们可能走网络这个圈子嘛，比如说也是走这个圈子的人出去，他可能就会跟你说什么，哎、欸，那个谁问熟啊？哎、欸，问熟啊，我跟谁拍片啊？怎么样啊？干嘛？就是如果有给我那种那些小女吹喜欢打肿脸充胖子，就是喜欢吹的女生、啊。对。欸喜欢这女人，我会加分。吹捧，吹捧，吹捧，就吹捧。
真的是胖子好了，你就真的是有那个实力，但是你拿出来，我觉得也不要好讲啊。对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呢？我不是看上你认识这些人而喜欢你啊，我是看上你的身体而已啊。不是，原来如此。或者是你也不需要拿这件事情，就是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之类的。我就觉得，反而如果你不小心让我发现你有，这是超加分。哎，这样子才加，对对对。啊，你认识那个马云哦？没有啦，没有很熟啦。然后发现到原来上课什么除夕一起吃饭。就是那种哦，原来你是混这么开的，但是你是一个很内敛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这，哎，有时候没有很多的人会反而很常想把这东西拿出来讲，因为他的内心不多的东西，他会有的是我曾经跟过谁谁谁很好，对对对对，他没有很多东西说，他硬要把拿出来讲。我跟他拍过片啊，我跟他很好啊什么的，这真的吗？我们一起中午吃过饭，对，剧组发便当，大家一起吃饭。对，就对这种事会比较敏感一点，我听到就会有点。咦，好吧，就是稍微疏远一点点的感觉。哎，那既然你都没有这么多要求，你怎么都？因为没有人报名啊，大家赶快去报名林建明啊！建明啊，建明啊！绝包六追起来！林建明，我跟我讲，林建明追起来哦！乱加，你这样干爹会扣分哦！乱加。请问，如果是 cosplay 的话，最希望女友是什么角色？哎，我直接坦诚好了，我最希望的就是学妹，就这样子。而且是那种，你说国中学妹就可以了，中高中都可以。Oh my god！ 没有，我是学长。